不要去啦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去了。怕什么啦？下班就回家休息，赶快清一清，弄一弄啊！难道你没听过阿强的事吗？什么阿强的事？阿强就是之前半夜自己一个人去扫废水池，扫到一半突然听到铃声响起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只有他一个人，怎么会有铃声？结果他在地板上看到一个铃铛，他只是顺手捡起来而已，他就被摩西娜杀掉了。你不要听别人乱讲好不好？真的，我跟你讲，那个铃铛就是摩西娜丢在那边要抓高铁的东西，所以你下去，我跟你讲，那边到处都是陷阱，不要去。你到底是听谁在那边乱说啊？这是阿红塞讲的。阿红塞在工厂这么久，你不相信我，你要相信他，不要去。好好，不要去。我出事我就大声叫你，好不好？好。欸，不是，你叫我没有用啊，我又不是师傅，你出事的话谁救得了你啊？欸，我想到了。怎样？你要是到时候你真的遇到什么事情的话，你一定要记得闭气，然后左手捏鼻子，从一数到十，你全身的真气聚集起来，摩西娜就会被你吓跑。捏鼻子，然后从一数到十，对不对？对，用左手。有有有，我也听过。你也这样，是不是？师傅就是这样讲的。完了之后，你还在转十圈，你忘记这个了啦？有吗？有要转十圈吗？小姨，你不要闹啊！先生，你还好吗？先生，我女朋友呢？你女朋友在那儿。哎呦，你们不知道要先通风才能下去吗？啊，连通风设备都没有，硫化氢中毒有没有听过？中毒？那殉情也不是这样嘛。拜托，下去前先多注意一下，很难，都不知道第几次。
觉得我们要不要去收集呢？是中毒，又不是中邪。收金在哪？